晚上完了，嗯，我回来，你回来我还没来及跟你说呢。怎么了？你这两天我跟阿姨，阿姨他们逛那边商场，她三个阿姨在那儿逛，完人家说那个我没去，人家给我后来给我打电话，他们让我过去那边有好多适合我的衣服，哎呀，到那儿看了看。行，这个我知道，你肯定买了。到那儿看了看是挺好看的，有的不适合我，嗯，然后就挑了几件，嗯，等你看看吧。看看看，小给拿过来，你等着。衣服，拿过来看看啊。嗯。给，你看看。这一看这个颜色就不错，都不用试。这个颜色不，这个颜色我喜欢，我觉得这个这个太嫩了。这质量挺好的。摸着还行，摸着先还行。你看，还有一条裤子。这是什么裤子呀？就小黑。哦哦哦，这种开叉的是吧？还有个有点那个跟下边有点喇叭这裤似的。微喇。嗯。这我知道，上面直的，底下有点阔。嗯。阔腿似的。挺好的。哎呀，这阿姨。他们说买吧买吧，我觉得我现在穿啥也不觉得不好看，没心思买衣服。这个看着挺好的。嗯，前一段你给我从网上订了个裙儿，不合适。你退了吗？不是。嗯、是啊，嗯、我还是别从网上买。嗯。买了回头也不退。对。你看啥样？挺好，你试试吧。试试。能看着行。你试试。嗯。行，行行，去试试去啊！挑一挑，这回狠心了，嗯、一下摆了四件，这也算试试吧。嗯，我找了一双高跟鞋。嘿，行。他从鞋柜里翻了一双，想给阿姨商场搞特价，100块钱买的鞋。行行行。哦，我记着这双鞋呢。是吧？嗯。上衣吗？可以吗？啊。这小裤子不错啊。你看这个鞋这儿。挺好看的呀，适合我。怎么不适合你？看看，我在家你看看那个风衣。哦，这风衣是那种小薄的。这风衣有个腰带，这腰带。嗯，行，真行吧？啊。可以。可以。可以，嗯。所以你这个风衣就开着口没什么，系着。系着不好看吧？开着吧。开着对，开着好看。后面腰带我没。这下好行啊！行吧，可以。最近老倒腾衣服，就是倒腾来倒腾去没有合适的。上回你给我订了个粉色的裙儿，那个其实怎么说呢？阿姨他们都说好看，对呀、啊，又穿着，哎呦，就是不适合你。对对对，那衣服确实质量又好又好看，适合高个儿穿。对对对对对。可以是吧？可以，这个、到时候把头发散下来，再烫个小头发。哎，天热了还烫啊？后边行吗？行啊。后面看这，哎，这衣服挺显瘦的，说实话。显瘦，黑色显瘦。真的特别显瘦。先穿吧，一会儿我告诉你价钱。嗯。是贵呀、啊、还是便宜啊？一会儿你猜。我猜应该是贵，但是看着质量都挺好的。你看，还买一个粉色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也好看。这个是这样。嗯。行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真挺好看的。是吧？嗯。猜猜，四件花多少钱？1000块钱。啊？1000块钱。嗯呀，没有那么贵，那么贵我都不要了。上回你给我订的裙儿，我都觉得贵。但是这衣服看质量好，对呀、啊，但是不适合我，又贵，我想退。对，这个，这怎么着得100-200吧？再便宜便宜100-200。那你看，好家伙，弄那么近，69，六十块钱，69，真的挺便宜的。这个69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也69，这也69，嗯，69，嗯。这风衣肯定得2-3400。是100。一百。不，嗯，对，100多。100，我记得总共花179。嗯。裤子是记着呢，裤子是109。哎，这个真是不贵嘛。这个是，这109。真是不贵。这几件啊？四件啊，身上两件啊。200。400块钱，嗯、有400吗？400多，嗯，对对对，400块钱，对，挺合适的，嗯、关键还好看呀，我喜欢那个风衣，嗯，
你要不穿也给我穿吧，我穿不了。这个，嗯，行，给你穿。你穿着好看。稍微有一点，也没有再大号了，我就觉得稍微有一点点。但是看不出来。但是不系还行。别系了，这风衣本来就也。反正100多块钱送孩子买菜。对。是呗。平时穿。照着点儿。风衣很快就过去了。不小。一晃就过去了。看着也不小，你别弄那么紧，也不小。我就觉得扣子靠里了，扣子可以往外倒一点，没问题。对对对对对对，那可以。嗯。挺好，挺合适，嗯、不错。阿姨他们给挑的。嗯，挺阿姨的眼光不错。那儿的小身都特好看，人家买的。嗯，是瘦。又49的，又69的。对，反正你本来就难买，看着合适的还不买。嗯、买这个就也搭着穿吧，天热了这么。对呀、啊，可以、啊嗯，单穿也行。嗯，嗯行，你看，挺合适的。犒劳自己。哎呦，这个合适。犒劳自己，买了4件。嗯。一狠心买了4件，值、嗯、了。天一热，我就能穿了。嗯。这两天老觉得在家里凉，外边暖和。对对对，是这天就是家里有点阴森森的感觉。行，脱了，这个不退了，就穿吧。从这儿商场买的。对、嗯，挺合适的。嗯、行。行。嗯。行。